峨眉山金顶第十三代祖师普观长老摆驾撞钟击鼓迎接他的恩师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到佛教南传中国第一站雾中山开化寺。身穿白色法衣的第三十多杰羌佛在警卫们的保护下到佛教南传中国第一站四川雾中山开化寺。普观长老在向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顶礼。果章长老在向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顶礼。是，雾中山开化寺从汉朝时代、汉灵帝时代是啊。就修建了一百多座庙寺，这么多座庙寺啊，陆陆续续的嘛就建成了。这个日本人说是建造的，这个土土洞又很多，所以说啊，就是说非一座庙是很贵的。八十多岁的普观长老搀扶着年轻的恩师南无第三十多杰羌佛。羌佛到雾中山顶明月池加持天龙八部。